我是妮妮赖，我是来自老香港火锅楼的创办人。老香港火锅楼是全马最大的港式火锅楼，位于吉隆坡市中心展览阴笔。在马来西亚，如果你没有来过老香港火锅楼，那你就没有吃过正宗的港式火锅。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获得上海礼堂奖的认可，让我们老香港火锅楼能够在这次的盛典里头呢，也获得这个奖项——上海礼堂奖。我们明年见。